那谢谢 Tia 给我们分享一些有料。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是我都还没有念完呢，今天要介绍我们的品牌代言人华华华晨宇。如果音乐是个游戏，我是游戏里的贪吃蛇，吃掉所有，把自己变成宇宙。怎样活才更有料？请肆无忌惮地去做自己。我从不顺应你们的大潮流，我从不在意你们怎么标签我。我不取悦，我不讨好，我就是我，我是我自己的表达。多一点玩法，玩出我自己的活法。多一点随性，变出我最放肆的形状。再多一点我。百灵坛特纯嗨爆，真我，多点料。来，用你的尖叫声来欢迎花花华晨宇。要不要先给你的现场还有网上的歌迷先 say 个 hi？ 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OK， 花花华晨宇，其实我们可以说，欢迎回家。对对对，是不是？因为其实一年前的一月份，花花就加入我们百灵坛的真我音乐人的阵营，对不对？对对。其实你真的是可以代表这个活出真我，而且像个表率。那通过这一年的品牌一起相伴的成长，那花花对于真我这个阵营有怎么样的全新的理解呢？因为其实今年也是一个，我觉得今年的真我可能会跟去年不太一样。那可能如果说去年，我和百灵坛合作，我来表达这个真我，可能是表达的是大家要活出自己的态度，玩自己想玩的东西，表达自己。那今年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然后就是要突破我自己，包括百灵坛最新的这款嗨爆也是一样，就是都有在去突破真我，又要巩固真我。对，其实说到突破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说了今年品牌的理念，真我多点料，已经升级了嘛，对不对？那对你来说呢，有料，你有什么样的尝试的突破呢？其实就像我2017年一整年，就是年初的时候，就有去国外有学习，然后学习完之后回国，我有再去参加一些节目，包括自己写的歌曲，都有去把我学习到的东西运用进去，然后并且还会做一些很不一样的改变来突破自己，就是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风格。对，所以就有点像这一次就是真我多点料这种感觉，其实也是在突破。因为我今天也有尝这个，喝了这个最新的这个百灵坛的真我多点料，会很不一样，就是更好喝。对，其实我相信大家有看到他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学习，对不对？因为而且音乐人呢一定要有料嘛，对不 对？ 对，所以呢其实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自己最有料的点在哪里啊？是别想歪了。你们觉得是什么？有才。哪里？他说啦啦啦啦，听不清楚。哪里啊？全部吗？每一个地方都有料。那你自己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自己夸自己好像有点怪怪。有料。你自己觉得你音乐还是造型还是精神吧？精神、就是、精神有料。对对对对，精神精神有料。我们很对，
不健康的人。OK， 所以既然你的精神有那么有料的话，那在2018年，今年跟法力凡有什么样的有料的合作呢？今年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新的突破，然后来去包括每其实像去年一年法力凡也有我们有一起合作很多很多，包括我参加的活动啊、节目啊，包括我的演唱会啊。那今年也一样，其实会有很多在音乐上很不一样的合作。演唱会对不对？对对对。想看吗？就是爱。现在呢，我们再次有请我们的中国董事总经理高盛 Campino Ricard China Managing Director 肖恩迪恩再上来一下。有请，在吗？肖恩迪恩，有请。对，我们今天的大老板有些话要跟你说，上台一下哈。来了来了来了，肖恩迪恩，你好你好。So great to see you again, watching you from last year. 是的，非常高兴能够和华晨宇又站在一起。谢谢。I think you have a special gift. I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really special for you tonight. That all your fans will love. That's really. I think maybe we can ask the gift to come in because that's the a platinum disc for you, which represents you know, all the success and how you touch the hearts of all your fans.今天百灵坛其实送上了一个很特别的礼物给华晨宇。哎，我们先请李怡小姐把这个礼物先可以拿上台来。So I hope that you know with this pleasure, we can keep on working more and more together. And support the music. 一张白金唱片，一张白金唱片 ，The Platinum Record。祝贺花花在2018年全新升级，为了百灵坛的品牌的代言人。有请 ，Hi, let's have a photo.我先来合张影。好，看一下左边 ，left side， in the middle， into the right。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Thank you, John Adrian， 谢谢 ，John Adrian， take a rest, pleas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花花，去年你不是有一首歌曲叫做《我管你》吗？大家知道这首歌吗？其实作为品牌的歌曲啊，其实我是我自己的表达，号召鼓励音乐人的坚持真我。今年我管你啊，其实是不是做一个另外一个版本，现在在样榜上发布了？对对对，对不对？听说成绩很棒，肯定是冠军的歌，对不对？对。哎，所以其实我们的样榜呢，是百灵坛与腾讯视频携手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平台。所以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我们宝丽丽家中国市场部副总裁满红利 Michael 和腾讯视频音乐中心中总监。邓林海先生上台为我们讲述全新的合作内容，有请两位。Hello, Michael. Hello, 艾哥，你好。Michael, please. So, good evening to all of you. It's a pleasure to be with you to celebrate.This great collaboration with two musician artists as Tia Ray and Washen Yu, and the great brand, which is really a statue brand, Valentine's. 各位音乐人、乐迷朋友们，能够与中国音乐人华晨宇、杨燕为达成合作，是乃百灵坛的一大幸事。And actually, this year, Valentine's, I decided to move one step forward.By collaborating with the Tencent music video platform Yongbang to really celebrate the true music community. 与此同时，今年百灵坛与腾讯视频携手合作，
打造了中国第一个中国音乐社区样板。And actually we encourage all of the fans, all of you of true musician artists to go on Yangban to really show your support about this true musician artist. 我也希望玉米梦能够借助线上和线下的平台支持所钟爱的中国音乐人们。Because Valentine's believes that everyone is unique, everyone has his own values, has his own experiences, and can express them with their feeling. And that's why really having a collaboration with Carrie and Washington is really a way to inspire all young musicians, all young talents to express their stay true attitude. 百丽坛深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在演绎着各有精彩的生活。我们希望携手中国音乐人花晨宇和梁耀维，为年轻音乐人树立榜样，鼓励更多的年轻音乐人勇敢表达真我。你好，邓先生。各位热情的粉丝，大家晚上好。腾讯视频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样板。那作为全网第一大的音乐视频平台，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面，大家看到了我们直播了超过200场的演唱会，这里面也包括花花花晨宇的演唱会，是我们去年的年度 live 现场。那在刚刚过去的1月13号，我们腾讯视频用开火这样的一个时刻纪念了一个嗨爆的一个演唱会，这个现场大家一定记得花花和机器人 battle 的一个现场。那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大数据的榜单去记录这些音乐人的作品。在这个互联网平台的榜单之上，你可以为你的偶像去打榜，甚至是为他赢得一些互动和关注。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样板上受到关注的有创作力的年轻人会进入到我们明年的开火，会和我们的样板的周边会绑在一起。所以希望各位粉丝们多多支持你们热爱的音乐人。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样板还会推出我们的真我的 live 版，包括真我的原创版，这里面会有未来越来越多的音乐人会进入到这个领域，然后也希望在座的粉丝们会给他们支持。好，接下来的话我们也稍微准备一个小小的片子，这里面会记录一些音乐人对样板的期许，粉丝对样板的关注。好，请大家收看这个 video。Hello， 各位腾讯视频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对，腾讯视频。来，腾讯视频音乐频道最新的音乐。对。太精彩了！那接下来让我们再一次有请宝格丽家中国董事总经理高盛天 ，Please Jean Etienne 请上台。来，我们请三位到中间来。然后我们前面的礼仪小姐，可以拿上今天我们的调饮，特别的调饮。然后线上的朋友们，大家有荧光棒吗？或者有饮料的话也可以举起来，给我们大家一起干一杯。与我们一起3、2、1一起举杯，开启2018年的百灵坛有料升级，共同见证嗨爆时刻。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样板，为真我音乐人打 call， 支持百灵坛。来，一起举手，干杯！
三位，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花花姐留步，对，够忙的，够忙的，哎，继续喝一点，哎。那其实我们知道，在样榜啊，你新的歌曲啊，一直都拿到非常好的成绩，哎，谢谢谢谢谢，我管你。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呢，其实请到了很多现场的粉丝们，对不对？因为样榜呢，其实是为了粉丝和 idol 搭建了百灵坛的真我音乐的空间，购买百灵坛兑换嗨爆值，获取打榜的神器，为了真我的音乐去打 call。今天在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了十位的非常非常幸运的粉丝们在现场，对不对？其实他们在样榜一直在为你打 call， 我们可不可以请他们上台，好不好？可以吗？来，有请这十位粉丝们，来，有请。限量版的一个礼物，哎，哇！给大家看一下，限量版的拨片啊！这个是我之前为那个就是百灵坛专门去自己设计 DIY 画了一个花，然后它是那个我演唱会的 logo， 就是那是表示。好，那你先一个一个送吧。如果大家想要获得刚才这个限量的拨片的话，可以登录到京东真相商店购买花花的限量品，就可以获得了。收到百灵坛的特别旺的登录，样榜为你喜爱的真我音乐人打榜。我相信很多人现在马上要去京东去买了，对不对？你看他就不是出声音了，哎，我要买。哇！而且真的是首次发布啊！好，还有一个是吗？那一条你要？这条我自己，哎，对对，送给他。哎哎，等一下，我看到你也是拿着一个那么大的箱子，这个是送给他的礼物是吗？就是这个是代表整体歌迷，然后就是做了一个你最喜欢的动漫的一个系列的定制周边，然后跟你的名字全部相结合的，一共有12件，然后希望就是你在新的一年里面可以每个月都开开心心，然后吃饱睡好。哇，那你们打开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么辛苦，来我拿。哇，真不错哎。是你真的很喜欢的吗？这真的是我超爱的。谢谢，先拿着吧。这都是歌迷做的是吧？香姐是歌迷做的，听说。哇，好，送的礼物有点大，所以我们手好像不够。不，这样吧。我们先来合影好不好？花花站在中间，跟我们所有的粉丝们在中间，对，对，你在中间，来这儿，然后大家往前跨一步好不好？然后再往右一点，再往右一点点，再来一个粉丝过来吧，再来一位粉丝，一位，对，反正一位过来吧，对，好，两位也行，好，好，来。
合影留念，看着先看左边，然后再看中间，然后再看右边。哇，这边，好了吗？好好，那谢谢十位粉丝们，同时也谢谢花花。来，粉丝可以直接从左边那边撤，对。好，花花，你也可以休息了，辛苦你了，辛苦他了哈。一会儿还有你的精彩的表演，对不对？好，话说与大家。那接下来。
所有人伸出你们的双手。听得够不够？哇！
赛。要再来吗？真的要来吗？因为导演刚跟我说，如果现场不够嗨的话，不要再让他演了。嗨不嗨？好，其实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的嗨报纸一定要突破了100万，才可以让我们花花再唱一首歌曲。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好不好？哎，不行了，再见，再。那我要听你尖叫声，看看我们的嗨报纸，可不可以再提到100？还有线上的朋友们，来尖叫叫叫叫叫！恭喜恭喜恭喜！那没办法，只能这样，好不好？好不好？好，花花再来一个吧。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会很嗨。自己写，神仙大圣。好，跟着我一起放纵配，放纵配。好 ，Here we go， 杨花之玉。放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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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再次谢谢花花给我们一个那么精彩的中文音乐人的小博，你能麦低一点吗？这么高，低一点。有升级，因为其实像今年百音坛，它就是它的真我其实也有升级，就是真我多点料，然后也出了最新的这个嗨爆这一款。那其实我觉得像我能够跟百音坛有第二年的深度合作，也是因为我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也有自己。我个人觉得我有做了在音乐上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不光是在音乐上，还是在改编上，自己的创作上也好，就是有改编一些我自己从来没有表演过的歌曲。所以说我觉得跟百音坛今年这个主题很搭，然后也可以一起进步这样。对，那最大的突破的话是哪首歌？像我在我记得我2017年一结束年初就去美国学习，然后回来的时候写了两首新歌，一首是寻，一首是齐天。对，然后那这两首歌其实都有应用到我在国外学的知识，然后也有我前段时间参加的那个天籁之战，在里面有改编一首歌叫《爸，我回来了》。然后那这个歌其实这种表演形式是我从来都不会去想的一个，就是如果不是因为拿到这首歌，可能我这一辈子不会想这样唱，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对，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要有态度吧，因为所有的有料都必须要在保持一个真我的一个基础之上。那当你有自己的态度的时候，可以再去研究和私下可以琢磨一下自己的这个感觉，然后把它给升华一下。对，那你跟同一体的互动是不错的，那你跟他交情怎么样？那你他是音乐人，你会想跟他合作吗？在摇滚上面，同一体他还是歌手，那你会互动，都会想要合作。我们之后会不会有合作的计划？刚刚在台上看他交流，感觉怎么样？因为他本身也是音乐人嘛。是，有可能要有机会吧。我需要去，就是多听一些他的音乐，然后可以再找一下感觉，这样对。OK。那刚刚有说就是最大的突破，就是说是寻，还有齐天，还有爸我回来三首歌。那这三首歌的创作时间对你来说，哪一首是就是说能花的心力比较多一些？我想想，齐天嘛，齐天这首歌，因为它是这样，就是因为它是。他跟我去年创作的《齐天大圣》是不一样的，就是其实当《悟空传》那个电影找到我的时候，我是有点纠结的，就是因为我要为同一个人物要写两次歌。那其实在去年《齐天大圣》这首歌的时候，那是2016年，对，2016年改编《齐天大圣》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可能那时候用了很多的西方的元素。那《齐天》这首歌我觉得它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突破，就是我也用了西方的元素，但是我用了更多中国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大家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听到，就是它明明是一个中国风，但是你又就是说不上来哪里好像又跟中国风不太一样，就是所以就是运用了我学的知识。对，你知道，我们都知道百灵同一直在支持真我一个人，那你也是品牌的真我阵营中的一员，你觉得你可以为这些坚持自己音乐梦想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我觉得坚持音乐梦想的人就是首先要喜欢自己的音乐，然后还有就是多听一些真正好的音乐，而不是套路的音乐。对，就是所以我希望年轻人是能够更多就是
把就是有一个想要把音乐把中国的音乐市场给引领的越来越好，对。好，不好意思，因为时间关系，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大家，来来，谢谢，谢谢，让你们到啊，让你们到给花花。